南投县宝里镇中风国小潘吉昂年届传教拄则发痛，高峰同家长唔惊打造个低温，投下起红浓度上万个走，就偏不错传统招标个秀，拿到冠军个人还是得得到很重要。小朋友浓浓快脚步传力去走。你是长寿健身操，南山运动方向好。全校的师生天天热热去运动，伊就会开始个招标发痛暖身。一谈到 BBA 上好上岸，就三万股走，也是玻璃中风国小举办的几行业的走表发通。一方面呢，是让孩子们身体健康之外，也把传统跟现代做结合，所以我们孩子们非常期待。今年呢，我们的孩子们在低年级到高年级，都跑到一公里到三公里不等，所以孩子们都很兴奋。我跑两圈，我第一名，我第二，开心。中风国小的福气包含五公台南牛面里一道，做起系平埔出的记录。我讲的维持传统招牌的发通，发展到一下，发通的人数因人因都用，最后拿到头名的人，奖励系特别的含猪肉。路跑活动的哦，我就有提供人家客家人的客家含猪肉啦。我就做一含猪肉已经提十年，有十三年头。主要是希望讲哦，人家多元族群可以大家融合在一起啊，嘛鼓励呀，就小朋友哦来参加人家的菜地活动，用我哋的技术啊，用家客家含中药来支持一只发通，用含通来支持客家的发通，再用其他的手艺做出按好面食的奖励品，按你比赛每个国超级，各个市民客家新闻利用生南投波涛。